基础折法，这是两种不同的裤子。那这个牛仔裤我们先来演示一下。牛仔裤有两边有特色，或者是后面有特色的，一般我们只选择叠的时候露出来一边有特色的。那一般是选择把裤子的左边露在上面，那你叠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这个裤子均匀的对折，掐一下裆的这个位置，然后翻过来一折两折，露出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。这个裆的地方呢对着左边，裤裆的地方做对着左边啊，这个是基础的折法。如果是最下面的一条裤子120的，一般呢要求露出裤子底边的特色。如果裤子里面有一些红条条，或者是有一些星星甚至点点，有一些特色有趣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窝起来。然后把裤子的腰的地方抬起来，这样均匀的窝过来调整，露出一些红边或者是图案，这条裤子是放在最下面的。